现在我宣布，2014年中信银行杯中国电视快棋围棋快棋赛决赛现在开始。今天两个对手应该说是刚才主持人已经说比较陌生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呢有幸的是让大家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的画面。一个是因为画了，刚才您是做裁判长的，那个就是说他们的左右是怎么座位的呢？应该说是这样啊，就是说，好，现在有画面了，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了。好，现在看起来呢，已经。就是说，由我担任裁判长呢，已经裁判长已经宣布完毕了。是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，黑白的双方的这个座位啊，没有动。是李清晨执黑。对，李清晨执黑。你看这位是。这个是陶心兰。陶心兰。那，应该是从我们的视角的这个角度来说呢，我们把左边说成是陶心兰，右边是李清晨。现在等于说是我们由于是提早20分钟，为了转播的需要，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看到这比赛，所以呢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快枪手，对，都下得非常快，对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先跟上进程？好的，您看怎么样？好的，好，这个要不然的话，等会赶不上是这个，对，那个顶镜头，因为熟悉我们这个电视快棋赛的这个棋友们呢，可能大家都非常清楚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比赛呢，每一步棋正常的话是30秒，对，昨天下午呢也进行了那个8强赛的那个转播，李清晨呢是和范廷钰那盘棋也下得非常漂亮这个呢是对于大家来说，刚才那个底下有爱好者问我说这个棋怎么下得那么快，我说对于他们来说就跟定式是一模一样的，熟练得很，这没冲，这不能冲，加一个单加，以前是冲单加，对，单加了之后呢，这个是这个形状的最新的这么一个演变过程，是看起来呢下一手呢白的呢几乎没多想就接上了黑棋，白棋接住，他就自己接上了，然后黑棋是脱先，这里边死不掉，他走在这里，基本上里边将来我们会有空的时候我们会说的啊，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还都在现场，他马上打入，他拦住，那么这个棋他是要接，尖要注意一下啊，它本身啊连这个轻飘飘的飞已经不太成立了，是原因是因为它已经有冲断了，是冲断了之后一打了一阵，你企图吃掉它的时候啊，它往一路一小尖，是度过了，是所以这样不可以，那么它只能压上来，它跳，它也长，它也接上，它飞飞跳，这下的是可以说是飞快，真是叫飞快，跳一个，挂进来，这个时候呢他如果再跳呢，有可能棋啊过于单调了，他决定呢先挂进来，这个脱退走的都是非常的走的非常踏实，现在看的是好像风平浪静啊，搬四应手，他搬，这个棋局部呢还有一个打结活的下法，他就算一退，他就算一退，这个棋你要完全想进吃它，想整个一块打进它，你可以搬呀。对，你只能搬这个，你要加这个，它一力一搬就活了。对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他呢决定呢不走了。也很有意思。这个就是快棋的一种乐趣。然后接着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两个子它趁着你不敢死，你不敢随便死掉的时候，他就打入。是，你要死了，这棋就死了。你打入的时候，所以黑棋果然不能死。他扳住。是。扳住的时候，他靠紧。靠紧呢，这个时候他要叫你的形状变坏一点，他夹住你。这个估计这个两个人啊，可能都没有下过这样的这个形状。他顽强的，你走在这种地方的话，就委屈了。是。被他尖回去，是，对吧？是，你的形状不正，然后走完再脑袋一照过来，你整块也不活，眼位不对，他非要鼓，他要长，黑棋走的如果最稳当的话呢，你等于也只能够走这种棋，
这种棋呢，联络呢是能联络的，但是看起来形状啊不是太舒服啊，有可能最稳当是走在这里，反正是确保联络了。是。最后他呢要夹住他。嗯。一切这个变化呢，都是从这个夹 这里开始的这个战斗。他呢稍作考虑之后，决定予以冲断。对。冲断之后，就照局部来说，你是要接牢的。对。但是我们来看，遭到他一扑。一提一打吃，如果你接住，那已经不行了，你就打这个就行了。嗯，打这就行了。打这个打，打这个变成全部都死光了。是，一口气都没有。嗯，所以等于是这个地方呢，铺完的时候呢是不能接了的。对，等于铺完的时候，白棋只能打在这儿。对，打劫。对。所以白棋希望在这个之前呢，如果能够把。黑棋希望把它打成这样，对再接住。哪怕我这个时候再接住，已经就好多了嘛。嗯、哎，对啊，走这个之后。哦不，不是就接住了，这哎，也一样，也是。这个也不行，他还有扑了，他还要扑你。对，是。他还有这个扑。也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他总而言之打着呢，说明他是总好的。便宜了，嗯。结果呢，白棋呢特有意思了，嗯，他根本不让你打，嗯，他直接就要打在这里。对。这个地方考验你了。嗯。你如果这时候，这时他也只有接。只有接，这个被提过去提金、哎嗯。哎。然后这个棋呢，他不藏出来了。嗯。他直接从这里冲出来。嗯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如果再藏呢？藏我就算了，我就接住、哎。他还是觉得不够舒服。你吃完我这个一吃，这个很舒服。对了。嗯。这地方他觉得呢，这个虽然很大，嗯，但是。他可能发现了他认为有更好的下法，嗯，他决定要冲，嗯，冲的话呢，他只有提掉，白棋长出，白棋长，嗯，哎，白棋先接上，先把这个接上，啊、哦，这个必须要接上，对，这个接的连更被吃了、这个，这个接对黑棋来说也面临考验，嗯，因为你不能挡，挡的话他正好一冲，是，这个三个子全部被他吃通、嗯，没错，这个是黑棋非常不愿意的结果。嗯所以他一看这个棋无论如何也得要，嗯，白棋长，哎，这个棋要是照最理想的话，这个棋能够走着就理想了，是但是个可惜走不着了啊、嗯。他决定来一个什么呢？只有接牢苦肉计，然后他小尖尖出去，尖，嗯，他虚照，照这个，嗯，对，嗯，然后是冲挡住，嗯，嗯，是这样吗？这个地方的形状啊，不是，它是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形状是怎么样的呢？非常抱歉，嗯，这个地方啊，咱们啊少摆了一个跳，跳完这个交换了之后才挂进去的。哦。他这时候他尖出来。然后他罩住。他罩住。嗯、罩住，他冲。他挡住。挡住，嗯、再冲。再冲，他扳住。嗯，他打吃这个。扳住之后他打吃。要不然的话，这吃不出不来。出不来、嗯，正好出不来。他如果接牢的话呢，他就要对就要打了连打了。他如果打了打了接住他被团掉了。对了。所以他必须要藏这个。正好接不归、嗯，他只好走在这里。嗯、黑棋接住。黑棋接住这边。嗯，白棋提过来。提过来，嗯、他也只有接牢。他接住，黑棋。然后再扑。再扑。哇，这棋是稍微下的有点吃，精彩至极啊！嗯，黑棋一吃的话呢，黑棋一吃，白棋不是一扑一吃，黑棋提过来，提过来他就往后边一打、嗯，他往后边一吃，对。这个时候你再接牢，他一提你没法走了。嗯。结果呢，最后呢，他决定呢，就是现在，到底是弃子还是被吃啊？咱们说不清。嗯。等会儿我们来理解一下啊，到底是弃子还是被吃？嗯，总而言之，他现在是走的这个。嗯，但是呢，照道理呢，白的呢，他尽可以也可以走这个。对对，已经吃掉了，意思一样、嗯。但是你要这里提来提去呢，是无非是多两个劫材。嗯，他现在是提的这个。嗯，我们来看，通过这个战斗呢，黑棋的脚上已经死了。嗯，白棋的获得的实力是相当。嗯，还有一条。你这个地方啊，你还没活呢啊！嗯，这个地方我只要一回去，你还有这个段什么之类的，嗯、你这个跳下去到底能不能吃掉，嗯、也有的可说哦、嗯。他来凶的，我的话被他听见了。嗯，
好，各位棋友，现在我们向大家做一个计时的快报。嗯。就是这个棋呢，现在我们已经赶上了他们的实战的进程。嗯。这盘棋呢，小花刚才跟我们讲过了，为了确保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顺利，嗯，那么我们呢，实际上是在3:40，是，他们就开始下了，开始下了之后呢，也是在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新建的，嗯，演播大楼，嗯，在这个14号，嗯，演播室，嗯，进行了这个那个什么，开始了这个比赛。嗯，那么我们这一头呢，大家看到的是我们4点准时开始的，所以呢就确这个20分钟呢确保了他有一些进程，他赶在这个前面。好，现在他走了之后呢，白棋一点，他考验黑棋，就是说你接住还是贴出来。对了，如果贴出来呢，这有个断点，这有个断点。没错，这个地方味道很坏。嗯，他结果他要先提。对，这是他的权利。提了之后呢，黑的呢，白的呢，他是不肯轻易走这个。走这个木损，木损是亏的，而且气也有关系。这吃气啊，木损这亏一点，气倒是一样，气倒没关系，就是木亏。是，这个他肯定是提在这儿的。哎，他要提，但是呢，如果外边真打劫的时候，提来提去，那就变成三劫循环了。是，他要非要压出来，这个没有心情接住。现在来看呢，刚才主持人介绍，介绍到他们俩的等级分，一个42位，一个43位，也很有意思啊，真是伯仲之间。还有一点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他们两个不仅是一个42位，一个43位，他们两个一个是28.8分，一个是28.7分。哇，这样子的，看着这个好像他们两个是非常之接近的。好。这个你刚才的话严重了。你刚才不是说过吗？有这个点的话跟这个断有关系。现在呢，他果然就断了。决定打出来，好像不打出来也没有棋可下。显然是藏出来。其实来说，就是说大家说的42位也好，43位也好，28.8也好，8.7也好，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。大家就是说，现在很多人一看这上秒，一个是五段，一个是初段，说这五段这初段怎么能跟五段下呢？实际上就是说，段位它本身是一个技术级别，而现在的等级分是它代表了现在的一个最高的一个，就是现在的一个时间段，他们的水平的体现，叫做计时竞技状态。对，现在连续拍出来，这个棋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我们，就是中信银行杯的电视快棋赛的乐趣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基本上是跟它同步。对。你们可以想象到啊，你们掐着表，各位棋友，你们看一下，你掐着表一看，30秒之内，它的棋一定给你下下来了。那不见得。不，基本上只有10趟啊。是。哎。就所以说，刚才我们为了赶上进程，所以就是比较快。对。其实他们有的地方就是说什么地方该用时间。对了。就比如说他刚才冲断的时候，白棋的是用了很多时间的。现在他这个是。这个是必须的命令型。哎。别说30秒了。被白棋一拐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30秒他肯定是没用这招棋。那么他用来干嘛的？这个是其实又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。哎，就是说他可能用来，当然是很简单的，是王华老师为了把这个好回答的问题让我来回答啊。就是说他是为了他今后的，比如说白棋断进去，黑棋该怎么下？白棋弹出来又该怎么下？对了，简单的说这个样子呢，这个陶心兰呢继续挑战，把这个地方断进去。因为你这个3个子啊，现在如果再被他吃通，你连空都不够了，你也不知道具体还有什么，还不行呢，这个一吃通啊，这个冲断还要补。这个劫持先手。劫持先手，那你得先走掉啊。你得先接掉。这个是不能被吃的，这个是不能吃。不是，你得先接掉了之后让我提掉啊。没错。劫也没了。有点心痛。太心痛。而且这个还有气的原因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不能丢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当白棋点的时候，黑棋可能没有看见后边那个变化，但是他首先要有这种感觉，我可以站。对，心情上来说，你也不能够退。对，他长出。这个简单，这个这肯定是要压出的。哎，压出来呢，他也这个时候他花30秒呢是最值的。基本上呢，现在我们的这个钟啊，是电子钟。
当年呢，包括日本的很多读秒机，它都是人工读秒的。是。人工读秒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出了很多笑话。是。大家都知道这个以前的啊，应该说是以前的超一流棋手赵志勋。嗯。赵志勋呢是读秒之王。嗯。现在又一边停，哎，一边停，我们这个棋进程不能忘记。嗯。这个赵志勋呢，曾经研究过什么呢？他是当最后一分钟，最后一分钟以前是读50秒、55秒、58秒，是，然后一分，嗯，他最后一分钟的读法呢，就像我们这个火箭点火一样，嗯，对不对？5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么来读，嗯，然后这个当这么倒计时的这个时候呢，赵志勋呢，据说得出结论，说是啊，我被念到八的时候，我的手如果才去抓纸啊，嗯，也还来得及。嗯，我明白华老师说的意思。哎，华老师的意思说机器比较靠谱。对了，人我华老师，我给你读秒，我肯定不敢读出来的，是吧？啊，你那给别人就敢读了。不，就他意思说，就一般读秒的嘛，肯定是年纪比较轻的。对着那种德高望重的人，或者说份比我们北京北方话说份比较大的人，肯定是很有很多的各种因素在里边，是不太敢读的。对，嗯。然后呢，基本上呢，日本的这个比赛呢，给赵志勋这样的选手读秒的这个棋呢，嗯，基本上呢，他们在日本的情况下叫怨声。嗯，怨声就是说以进入专业棋手为目标的这些学生为之怨声。嗯嗯嗯，是。那么这个怨声呢，他读秒的时候呢，看见赵志勋这样的大老前辈，他的声音啊都哆嗦了。是。所以他这个念到九的时候啊，嗯，后边的速度好像就不对了。所以这赵志勋呢反而很满意，他觉得这个十好像读不出来，我只要念八还行。嗯。但是现在的棋手用的是机械钟，嗯，不是用的是电子钟，嗯，它可不一样了。嗯。这个电子钟只要哔长音一出，嗯，你棋盘上好100目也没用。嗯。对不对？是，没错。也输掉了。嗯。这个黑棋能压出来的原因就是说，白棋是不能往那个把那三个字跑出来的，跑出来我一路压过来四个字就被扳死了，所以白棋经过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呢，他还是，退了一个。对，这个时候黑棋是估计应该会在白棋退的那个地方，嗯，刚才高挂的那地方跳一个，补掉那个断点，对，补上，嗯嗯，同时呢还能穿出去，对，嗯。嗯，他是跳在这儿，补得非常稳健。稳健，对。哎，这个呢是完完全全的跑不出去了。对，嗯。他这个是李清晨把这个手呢，嗯，伸出来，把这个棋子再摸一下，摆摆正。嗯，一个是摆摆正，还有一个我不知道，因为这个棋对于他们两个来说，其实是今天是人生之。嗯，也是一个转折点，也许啊，哦，他们是第一次进入杯赛，而且他们两个将代表我们中国去参加亚洲杯。哦，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像我现在讲起，我手上都是汗。嗯，如果是说他们代表那时候，我想手上的汗就更多，他们可能也是这样。嗯，毕竟还一个是刚才主持人介绍了，才十，哟，啊。这看样子是这棋子，这个棋子本身可能是形状有点问题，嗯，他觉得不舒服，对，他决定把它换过来，嗯，现在黑棋这个很愉快，这个其实来说，您刚才又说的，对，其实就是说前两天我们正好转播的双人赛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技巧性的东西，对，其实白棋可能啊，嗯，我觉得，嗯，不要那么执拗了。对，这个北方话来说比较执拗了，因为这个给黑棋一个很好的一个可能。就是永远的打僵的机会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嗯，一点招都没有，是提来提去白提的，嗯，这叫什么呢？官费旅行，嗯，白玩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那现在是正好是属于我们反对的这个是对象啊，嗯，我们不能搞这个，嗯，哎，现在他利用了一下时间就没有贴出来，靠了一个，哎，不行，他提了一个，只有白棋要提，白棋提过来，黑棋靠了一个，嗯，哎，这是陶心兰，嗯。陶心兰20岁也还未满是吧？对，他是94年7月6号生的。7月6号，嗯，说明现在20周岁还未满。嗯，对。那么，这个，哎，你看他下的是真快，棋是真熟练，马上就搬。嗯，现在黑棋就是到底是，退是不太可能的，是贴呢还是黑棋这么一条巨龙，嗯，到底应该怎么办，嗯，如何跟
这个右下方的这个黑子呢，尽快的握手，是联通会师。你现在这条巨龙基本上是差两眼了。看你看，他很舒服啊，这个。对。我觉得还是及时把头回吧。对。不要。这个有点过于执拗了。也就是说，白棋呢需要自己要提一手，是才能够彻底消除这个，就是黑棋的白来的便宜。对对对，他每打一次将就用可多用30秒的时间，对，这也是一个技巧性的东西。对了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也就是白棋虽然把这个地方吃掉，但是他也付出来了代价。哎呦，我说退不行，他说要退，显然是不给我面子。那他不能完全听你的。他完全听你的，万一他是怕什么东西呢？他不愿意让你啊，就是一手直接就连上了。他总觉得他是你也有毛病。白棋这个是肯定要下的，不能让他握手。如果握了手的话，他这个损失实在太巨大了。必须在这边得到有效的那个收获。现在我们来看呢，这盘棋呢，进行呢，真是叫神速。我们来看这个是李。我觉得现在是应该是最紧张的时候了。对了。大家可以思考一下，看看黑棋怎么能让它连回来，或者产生两个眼儿。哎呦，又牵现棋。这个是他的权利。然后呢，我们大家电视机前的爱好者呢，可以思考一下。我们先来看一段广告。好，欢迎回来。那个看完了轻松的广告，我们现在的这棋简直是太恐怖了，我们赶快来看吧，华老。惊心动魄啊！现在呢，这个李清晨呢，实际上下的一招棋呢，是在这儿。对。那么。如果普通白棋挡住。对。嗯。这个地方就考验了。嗯。考验你了，这个黑棋到底可能会下什么？比如说，挑一个尖一个，还是飞一个？是有可能，我觉得也就大概就做活跳一个，可能也就是这种做活的，基本上是这个样子。活可能没什么问题，因为这班虎先手，你这个也不好走。对，也不好联络，你自己需要补啊。是。现在呢，这个陶心兰呢也很有意思的，他从这个地方来了一下。我觉得这步棋看上去像好棋，比如说你走在这儿，这个几线手他是不是能这么能挡下来了呢？他可能就是这么想的。嗯。但是呢，经过了几十秒钟之后，这个地方现在是白棋提的，来回提过一个，白棋是提的。刚才黑棋我们转播之前，就是刚才广告之前先提了一下，局面是这样，这个很关键，这样提着的啊。是。现在呢，经过在这个广告的几分钟当中啊，现在黑棋下出了胜负手。是。其实这个胜负手，我看见他下这步棋也很快。虽然他说这个刚才华老师说的是30秒一步，当然我们待会可能会给我们看到他们现在用了多少时间，这也很关键。对。但是他确实也下得很，就在于要抉择的时候，对，他下得很快。对。这个我说一点题外话啊。当时的时候就是今年，刚才我们说过，他拿过主持人说他新人网进了决赛。但是他输给了是于子莹的女棋手。女棋手。为什么给我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？我现在说的个题外话呢。当时的时候呢。他下了一步棋，也是吃饭之前下了一步棋。下完棋以后就也是很快被人家一吃五个子死了，这盘棋基本上就要终结了。在这个时候是中午封盘的时候，他的人的整个的人就处于一种很那个，那当时我很震撼，因为他毕竟是他是受到一定的压力，他是对的一个女棋手。所以下得很快，但他这步棋也下得很快。非常果断。对。就是说明他的这个个性呢，就是有点这个样子的。被白棋当然没有这个好像断掉，要冲断。断掉之后呢，下边的一步棋也很快。黑棋呢，在意想不到的地方。当然实际上来说他可能有所预备的。对对对。穿你的象眼。简单的说，他希望你挤一个来接住，让你度过。他先试你的硬手，那他就从这出去了。这么他可就出来了。对吧？所以白棋显然是不能这么办。对。结果呢，白的呢，也来一个凶的，干脆跨断你。对，因为白的，如果你纯粹走这种的话，如果黑棋这边走好，黑棋就要从这边那个下来了。他希望通过一种手段把它能够连回家。对，总而言之，现在他连回家是他的主要任务。他现在黑棋决定冲，白棋，然后白的呢贴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
表面上是让他下来，当然实际上不可能了。嗯，他先冲了一把，嗯、他二轮一扳过。对，李星辰呢，这个地方呢又暂时不下了。嗯，直接从这个地方一断。嗯，这个地方的战斗啊，不是我们三句话、嗯、两句话可以说得清，嗯、对不对、嗯？然后他决定先一打吃。嗯，黑棋。当然要藏。这个是必须要藏，命令型。对、嗯，他从这个地方他。担心你打了藏出来，这地方万一争子不利，所以他这里先要补一个。对，也就是说白棋是不能接住的，一接住直接一打就死了。哎呦哈，黑棋又利用机会提一下。是又提一下。哎，嗯、这个提劫，嗯，提劫离你近都归你啊。嗯，好的。这个利用了很好的利用了那个快棋的一个技巧，对，又获得了宝贵的30秒。哎，嗯。我觉得白棋还是赶快那个悬崖勒马吧，不要给人家时间了。对了，嗯，因为你完全可以就直接打掉，是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忍一忍，对，也是海阔天空。对，这个围棋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度，我觉得这个时候，哎呦，他走在哪里了？他决定，他还是提过来，嗯，他还是要提，嗯、提了之后呢，嗯，黑的就决定拐这个了。嗯黑的拐子我想是两种话，老师，一种就是说他也许觉得、嗯、如果说是弃掉一点够了一种，嗯，还有一种他判断拐完之后呢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感觉上黑棋棋长一尺，经常要说叫一条、嗯、一条龙不太容易是、嗯、是不是这棋、嗯、杀棋，话老师您感觉这个难题交给您，您觉得谁有利？就我直觉吧，嗯，我直觉的话我觉得哟、哎、反正他还没看清、嗯、是白棋，这个又提前，因为白棋这次踢不回来，被搬回去了。对你先提，所以白棋藏了一个。咱们先提了再说，不能忘记。太舒服了。先提。哎呦，您说如果说这个是白棋输了的话，我下来一定要教育一下他。这个东西算了，不能给人家这时间。这个时间上黑棋太有利了。嗯。而且白棋啊不能用。是。是单方面的。白棋没法用。单方面的黑棋延时。是。嗯，所以又提回来之后呢，现在黑棋面临两个选择，嗯，一个当然就是继续压，或者在这一带补一个。刚才画面我们看见的是李清晨，哎，嗯，压继续压，就是压。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还价的余地，好像必须要藏。基本上这个头不能给扳住了。是。刚才呢被学民呢考试一下，是等于是这个收气跟那个收气，关键呢是这个棋呢是不是会死呢，咱们也不知道，嗯，但是确确实实现在藏，嗯，好，后边啊我以为，嗯，不用我说答案了，嗯，自己我们就会知道，嗯，这个李清晨到底走什么，嗯，但是如果是我一定要贴回来，底下爬回来，你要三路爬回，白棋敢接牢呢，我就真要杀你了。是，哎，是这么。我觉得这气那么长，应该不太怕吧？啊，但是看他的。又打一架。又打劫！哎呀、嗯，反正能占的便宜先占。这个全被他占去了。嗯，这个占便宜啊，你连续弄个20-30个回合之后啊，他、嗯、还有一个什么情况？嗯、白棋的心情搞坏了。还有可能在一种那个错觉之中把劫提错了。有可能。嗯。有可能。是。这个提错的可能性也是有的，是，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下来一定要告诉他，所谓提错的，所谓提错的情况就是我刚提，对，结果你又在我的地方提了，对，如果按照以前的日本的规，日本规则现在也还是这样啊，日本规则呢是要判负的，嗯，哦，哎，他有可能有一点像准备撤军了。他姐呢是不给我面子，他是这时候是有选择的，哎、我认为，也就是说他认为吃掉我攻击你这块大龙，好像你也没见到两眼，好像也很有戏，是，局面也很有戏，嗯，这个地方呢，你假如接牢呢，我有可能是不是再点一下之类的啊，是，哎，他是接牢了、他这个不接也不行啊，而且他这个非常机敏，等于说他在这边已经先手获得了便宜，对，如果我这两个子死了，我这就便宜占不着了，没错，头脑非常的清晰，嗯嗯，这个两个子呢，好像现在呢，实在死呢也没关系，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关系啊，是，现在我们来看看，对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他们两个人对局的这个场景，嗯，他点了一个，哎，果然这个是比较符合下棋的一个逻辑，好像，对了，被我言中了，嗯，就是说他就开始补了，嗯，这是一种补棋的姿态，嗯，他就表示这个两个子啊，嗯，现在他表示可以弃了，是，嗯，好像我有一点印象，这个李清晨下，哎呦，他决定不理了，嗯，不理是对的，嗯。
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意义，不可以既不会去吃这个籽，而且它天元上它还有一籽，嗯，这个你接上啊，嗯，本来是鱼形，嗯，没错，本来所以尽可能的它不想下，嗯，好，黑的决定把这个接牢，是确保你这个地方不可能暴动，嗯，对不对？嗯、同时开始进攻你这块棋，是，他开始搭眼，白棋拐，拐，他要搬掉，白棋先把自己的权力，嗯，走掉。嗯这个棋总体来说呢、嗯、这个双方的这个棋啊下的经验非常丰富，很老道。嗯。啊，他决定这个地方别随便下了，这个地方先把它来一下吧，因为你人家有这个可能性。嗯，这个的话他有个跑出来。有。嗯、哎，这里有顶的可能性。他顶的话这有个藏出来。藏出来你得补的话我这里一起断掉你了。是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逆收官。嗯，不能落了。哎，这个棋别走着走着都给忘了，不得了。是，所以他要先冲。嗯，他呢一看呢，这个地方这个没有办法，只能补一个。哎，补掉。嗯，那么用你的刚才的解说词呢，嗯、应该有的便宜呢，黑棋是占着了。是。来、哎，黑棋现在如果稳健一点的话呢，就把这个先接接牢。嗯，因为这个接牢没什么保留必要。啊，就接牢了。嗯嗯。我觉得从进程上来看呢，黑棋选择了这个点是他、嗯嗯、我是认为他能挡住也可以选择的、嗯嗯、所以从这个逻辑性推理呢、嗯、可能黑棋现在形势是不错的。嗯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棋当然是要接着的。嗯 嗯, 嗯，现在呢、嗯、焦点呢变为这个棋啊怎么向他进攻？嗯，那么当然要走在眼上。嗯。咱们的跳出我要说一下咱们的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、嗯、目前嗯，就在咱们自己体育部里边嗯，包括主持人嗯，现在的围棋水平也都见长。嗯，就是刚才咱们的这个帅哥主持啊，问了我一个问题，嗯、问了我一个问题，问的我有点。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嗯、哎，他说这话老师，一般黑这种星位啊、嗯，是一边小飞一边小尖的，嗯，怎么能两边都小飞啊？嗯，这问题你说我怎么回答？您就看看他刚开始的开场白，我觉得我们以后就可以那个，我觉得我可以下岗了啊，是吧？他这么的专业，他水平很高，啊、我让他三个子。啊、哦，是很厉害了。是这个下三个子的话，你让三个子，嗯，那是这个围棋界葫芦一大片，嗯，对不对？是。哎，那非常好啊。嗯、现在我们跳出来，他总要把棋要往外走，局部的两个眼呢还真不好做。嗯。那么黑棋通过进攻呢，看起来这个两个小飞呢，看起来里边真的不要补了。嗯。有点这个含义啊。黑棋贴了一个。黑棋继续贴。你让他扳住总是不爽啊。也就是说黑棋的问题就是说他只要能够搜索到一点、嗯、对，他自己棋不死就可以。对，嗯，这个是所以契合也必须跑出来。对，嗯，现在我们来看啊。哎呦哈，哇，这够直接。来，等于说现在白棋是不能接的，白棋是一接的话这个我上去我也会了、啊、我下到这的话我也有自信了。哇、嗯，这个太爽了，他把你这个地方直接就间断，所以现在白棋能鼓吗？鼓，那就逻辑上来说，他也要冲断你了。嗯，因为他毕竟是这个坚持先手，嗯，是吧？嗯，哦，直接就冲，直接就冲。嗯，他既然间了这个，就只能这样了。哎，直接就冲断。双方这盘棋下的是真的是火药味非常之浓了。嗯嗯，经常熟悉我们的这个中信银行杯的这个棋友们呢、嗯、可能都非常熟悉。嗯，现在他们两位选手已经是今年的亚洲杯的法定的选手。是、嗯、所以呢他们打到决赛，嗯，除了要争夺今天的冠亚军之外、嗯、那么他们代表中国这一点呢已经是确定了。嗯，啊，虽然说听着这两个人似乎名气不大，嗯，但是李清晨是赢了两个世界冠军，他因为是、熟悉我们这个比赛的也是知道是64个人参加、啊、哦，他是经过赢了已经赢了4盘了、哦、他赢的是陈耀烨和范廷宇，如果你们大家听听这两个人名字的时候、啊、也李清晨的实力也可见一斑了啊、嗯、那么就是说
应当说呢，就是说我们去年呢，外边搬，他当然也要退。对，我们去年呢，中国选手呢，夺了6个世界冠军。那么这个一共只有个人世界冠军只有6个，全部被中国棋手包揽。是。那么在这个包揽的这个6个当中，你说了话了，其中的1/3就是2个被李清晨淘汰。那么可见中国围棋界现在的这个厚度啊。现在白棋呢，现在面临难度，他继续贴。白棋只好把主要的问题放在这个可能是只能是弃子了。对了，这回话老你承认他是弃子了啊？这回是弃子。底下4个子是被弃掉了。对了。他决定从这个地方来做活，他不能让这个地方再被他点。再被他一次不得了。是。看看李清晨呢，对于先隔掉了人家一段。他对那个下半段，他是如何思考的，如何考虑的？应该正常要往上贴，往上贴，贴了，贴呢就是破他的眼位，把自己的形呢整整好。是，白的呢到现在为止呢，这个地方的眼位啊，应当来说还不是很清楚。是，这个巨龙还是差着2个眼呢，连一个眼都没看见。哇，直接又来了。这个感觉像棋形。花老师，你走这个的话，它会断吗？断的话，大概是不是这个？断的话，它可能会这样，这边是不是相对薄一点？好像是三路尖的概率高啊。我觉得是这样。或者他认为搬了接住他已经也可以。现在呢，他们是现在轮到的是白棋下，白棋挡住。哇，下的真是飞啊！他直接接牢了。是。因为从整个的感觉上来说，黑棋好像比较游刃有余一点。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两个子，如果这个两个子能够断下来呢，他棋也很厚。而且也可能他觉得我就这么下，你的眼出来了吗？也不知道在哪里，眼还不知道在哪呢。如果说一般的情况下断的话呢，从烂子棋的角度来说，白棋黑棋就顺势下来了。哎呦，不给。哦。他认为你这个里面有毛病，有毛病。这个李清晨是怎么思考的，咱们就不清楚了啊。照我来看呢，有一点这个问题，因为他这个跨了之后有这个力的问题，他是力是先手，有力的问题，他这一弄你的气容易不够。看看但是这个力也不是绝对先手，黑棋这个有个扳呢。但是黑棋如果补起来的话呢，他起码叫你心情不舒服。黑棋实在是接了一个，这个也是补了。它是一箭双雕啊，等于他又把这个断点基本上就补了，这个棋你现在不够了。对了。同时我这有个提。对了，局部现在这个提是不得了的大。是。这个提可不是一般的大，白棋只能够吃掉。对，这提完了死完了，白棋这块还要死。对了。所以是命令型。所以这个地方可不能让它再暴动出来。白棋吃掉。出来之后，现在我们就来看黑棋到底怎么下，到底是补还是就直接把它歼死。搬直接在这里一搬。走得非常稳当。因为现在从这个地方的跨，我们知道气肯定不够。冲走借牢。他白棋气没有够的道理，是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一头呢还可能有点问题，因为一粒子不跳进去，所以他先要搬。这个棋呢，从40分开始下的这个棋呢，现在已经下了1个小时了。白棋打了一将。白棋也打了一将。大家刚才看见的画面是白棋的手在那晃晃。天元上刺了一下。不知道走什么了。他非常快的就接上。他也不让你多想。对。现在黑棋的这个中间的从一直三路延伸出来的那一条棍子啊，真是长无比啊。是。但是现在呢，以我看的话啊，你连这个扳都可能扳不着。是我刚才在想，能不能把它就直接就打断了。直接打断了算了。他往这里跳。这里跳呢，肯定也是寻找一个头绪。头绪。这个的下法非常好，像这种地方啊，就是都要。他又不理了。这回毛病彻底没了，全通了。是。眼位也没了，你就必须要在当中搞出点东西来。华老师啊，我觉得他不是头绪问题，他这个不是绝对先手。
哦，气都不够。不见得气够，这个当然有个急要看气了。啊，可能不是绝对先手。对对对。不是想象中一定的先手。对，是这个意思。嗯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局面啊，是进入到最后的关头。尖。好，他尖这个。嗯。尖这个好像。这个好像不太对。不太靠谱。我就随便走一个，我这不是先手吗？不是，依我看就冲掉就行了。对啊，我这先手这两边不是一人一手吗？没错，这个棋形完全是不对的。哎，这个尖的形状，嗯，他用你的招了，嗯、他就接牢。嗯，这个接牢呢，把这个自己的毛病彻底补了。是。这个现在的白棋啊，嗯，好像完全不对了。嗯，有点忙乱了。哎，忙乱。这个地方这明显有个走，这个形状你在这儿的，不是在这儿的。因为这个地方被人家一杵，嗯、你根本就没招了。是。他断进去、嗯、接牢。嗯。也接起来，嗯，这个里边还是有问题有毛病，它这个还需要接在这里，嗯，啊，跳住呢是一个好的感觉，嗯，需要你起码你要补，嗯，你补的对不对，我根据你的补法我来瞄着你的毛病。我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他又把这又起了，这个走不着了，这个走不着也大呀，他决定冲，嗯。但是呢，他挡，他是当然要挡住了。嗯，这是不能断的。嗯，断他被挤死了。没错，大家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断，嗯，遭到他一挤，嗯、小命呜呼了。嗯，是，但是话了，我能不能断在这儿？哎，他，哎，你跟他是商量过的啊？哎，这回他给我面子了。他果然就是断在这里。嗯，这个一断在这里呢。他好像不好走，你不能接到这里。你走这我断死了。接到这里他是要断的。啊、是。你总不能这时候挤进去。是。哎，这个断非常厉害。嗯。好，现在他顽强的立。嗯。再问你吃还是不吃？嗯。你到底是吃还是不吃？嗯。黑棋啊，稳当了，他决定走这个。嗯。这手棋呢是一个非常稳当的下法，嗯、那么把你的这种什么跨了什么这些东西彻底杜绝了、嗯，等于说他现在是穿鞋的了。对了，他要下的别出什么问题。嗯，这盘棋啊能够看得出来、啊，就是说李清晨的进攻的能力相当的强。嗯，哇，他的就是白棋的手啊现在在摇晃。对，现在走了这个。嗯。走了这个之后呢，就是中间这一串呢，现在肯定是已经被他吃掉了，他、嗯、就断掉了。是。走，这个呢倒是先手，嗯，还是很自豪的，嗯，但他也有自豪的，他能够坚住，嗯，能够坚住你，走在这个筋上，那么通过这个战斗呢，他把你中间的这些地方啊全部都吃光，嗯，而且这个地方你要马上要走，不走我又要吃了，是。还有一条呢，本来我们这个角呢，照理要是没有这个一路力的话呢，是就是没有棋的，渡过了再说、嗯，我们渡过再说，我们跟上他的进程啊、嗯，哎，他就挤你一把，挤一把呢很厚，嗯，都叫你这个地方将来走不出毛病，问你是到底是接还是怎么着？嗯。从这个目数上来说，有可能还是接牢好一点，应该是接在二路感觉上、嗯，但是接牢呢，人家的棋啊就更加厚了。也就是接牢的话，可能就是安乐死了。嗯，总是希望存在一点希望。现在由于他这个左边啊，我们来看左边，他这个哎，他接牢，他接住这个、嗯。对。但实际上呢，这个地方连着一个，基本上白黑棋是连成一片、嗯，也没什么问题。对。现在的话，估计这棋黑棋是可以在这吃的。现在呢，连这个地方现在也还有棋，由于这个二路上有这颗子的关系，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吃干净，本身啊是没有棋的。嗯。照理。嗯。看，我们来看黑的到底它是下在哪里啊？啊，他就直接冲。啊，这个棋呢，就是说，虽然我们是说这棋感觉上白棋是好像不太行，被吃那么多，嗯，但是我们是这是一种感觉，我们还是来判断一下，让那个爱好者给我们判断一下。好，欢迎回来。嗯，刚才我们以为这棋已经风平浪静了，没想到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。我们赶快来跟上进程。嗯嗯，白黑棋冲。黑棋刚才在地方他接牢，他冲。嗯，他渡过，对，
这时候正常的时候他打一下就完了。正好呢，这是他需要打一下借牢，他再监住，就什么都没了。结果呢，他呢单走的这个。对。这没想到白棋是非常的顽强。遭到他一挤。遭到他一挤了之后，这个只有借牢。他还要打你。那么这时候他打。他提掉。他把这个提掉之后，他从这个地方爬进来了。这个地方就是又是快棋乐趣又来了，走，搬，搬，他也没别的办法，只有搬，他还打着你一下，你只有接牢，他再接牢，你立下来，照正常的话呢，他需要补，结果这里边啊，他竟然不补了，他往这里来了一下，他还套在你这儿。然后他还爬爬，他顶在这儿，一秒都不能少看了。结果这个时候呢，他呢还来这个。你要是走这个呢？走这个的话，我想想看，他到底怎么？他是不是也许走这个？我是在想，是不是有这个？这个等于说命令是要让你接住这个。感觉上是在这里，这然后再冲了之后再冲下去，这肯定有棋了。没错。结果最后呢，这个地方还被他套出点棋来，他呢决定就顶住，让他搬，他冲一下，这地方呢白的呢不管怎么着，是有便宜的，但是黑棋呢应该来说也是有惊无险，安全运转，他接牢了，这脚是活掉了，是没事的，而且你接牢也是不见得是先手，是，他把这个接牢，黑棋这个时候是这个，他说我这个脚根本没死，他还要走在这儿。对，如果我们把它看成这样的话，这脚就已经活了。他往一路一点。他实际上一点这个气紧的应该是要死的吧？我觉得对，好像有一点问题。因为你打吃的话，我可以接住的。可以接牢的。对，如果你走这个，我可以走这个。好像这个地方似乎又出了点问题了吧？我觉得是死的，因为你走这个的话，我可以挤进来。对，你这是后手啊。是。你这是后手啊。这个脚啊，还真走死了。这脚应该是我刚才说的官子便宜，可以吃在这儿。吃在这儿。这时候你不能接，接的话我一接这里边打结活了。你接在这里干嘛？我一跳就行了。啊，我一跳就行了。一路一跳就进活了，还打结活干嘛？习惯性的动作。别走在这儿，咱们这个一跳，这个棋是没法吃的啊。是，没错。花老师教了我一招。教了你一招，没教。但是我得教他一招，这得打吃。对。对吧？他只能吃这个。没错，吃了你再提掉啊。是。一路提了之后，多少反正还有点棋嘛。现在他走的是进死，但是呢，你也可以说有一点味道。当这个子的时候呢，他是不能够让你通的。你只能够这么理解。现在他决定把这个子吃掉了。因为这个再被人家接牢，其实还挺大，一路大飞。一路大飞。一路大飞。白黑棋尖一个。他就直接小尖补上。白棋靠一个，黑棋靠，这是他的权利。这回呢，基本上都定型。走完了之后，不是白黑棋把这个也打掉了。在这个之前已经把这个打掉，那再提掉。提掉。提掉。已经走掉了。然后呢，他从这个地方还挤一下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这个地方大概没有什么意思，反正是冲，无非是补一个嘛，他总归要补一个的。挤掉，二路挤，我们得跟着他的进程了。二路挤了，他就接上。便宜点官子，本来你病是先手。对了，他接牢。但是感觉上这个胜负好像跟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大，是吧？但是因为这个地方也不能这么，咱们可能还是，刚才白棋还有一点好处，因为他叫你啊，这个棋彻底没了，是，彻底没有断，没错，鼓掉，提掉，目前呢，我们已经战斗了一个多钟头，一个钟头20分钟。学明，你根据你的这个经验，最近这样的这个快棋，它通常是下多长时间？一般的快棋的话，应该是在
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比较，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都比较正常。两个小时之后嘛，还是就是说比较顽强的，而且快，关键是呢，李清晨他是一个快枪手。他本身就是快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来的路上，华老师，我们俩也正在那个这个讨论这问题，到就是说这棋会下多长时间？但是那个陶心兰的棋，它相对来说是非常的顽强。所以他顽强的话呢，另一个含义词就是说他的手速会比较多。手速每一步的手速，他其实都是一个时间。所以说他也说不清楚会下到多久。陶心兰，你都说他顽强。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？他顽强怎么哪有什么顽强的典型实例啊？我觉得陶心兰今天能够站在这个中央台的这个舞台上，本身就说明了他的一个。或者说是叫坚持，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够抓住机会的人。比如说大家可能都觉得他好像没什么名气啊，但是他今天站到了中央台，然后能去代表我们国家参加那个亚洲杯。同时来说，大家可能记忆比较犹新，对于中国围棋来说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个比赛就是围甲。围甲。他去年的全称是某某杯。全国围棋甲级联赛，对，是对于棋手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比赛。然后呢，他们队呢每年都是在保级的边缘上，深渊上。西安队代表的是哪个队呢？西安队，西安曲江。对，每年都是在那挣扎。然后今年呢是靠着他的那个半目，这个半目呢是在他非常形势不好的情况下，逆转了半目。你如果在现场看的话，但是那个我们没有这个辐射，不在现场。那么看到，但是真的是惊心动魄，全国的很多的爱好者，包括职业棋手，都替他看着。我们教练组每一个人都替他看着这盘棋，最后半目挽救了整个西安队。哇、这样子。他从这里就接上。接上之后呢，他打掉你。这也接牢。这我在说话，这个真不好意思让话痨看了半天那个。没有啊，这是我们这个这个协调配合的一个一个都是基本功啊。这不好意思。没有。好，他直接就接牢了。他直接就接牢了，那么他把他先做一个脚眼，接住。接住。现在这个棋啊。黑棋这个棋一接牢，表示什么呢？下边剩下来的棋呢，都是两目的官子。哎呦，我们啊还正想给大家点点空的时候，这个陶心兰呢把自己的中给关了。那么这个呢就是棋手呢认输的最常见的这么一个方式。他把中关掉了，表示不跟你计时了，那还怎么下呢？对不对？那就当然就没法下了。所以就计时了。这个词呢同样是认输的表示呢，在日语呢过来呢，他们叫投了，投是投降的投。